那么在下面呢，这个第二个宋词啊，说完了以后啊，我们晓得怎么样，这个对于这个善知识是说，但观功德无寻故，并念大恩求加持。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下面这个容易做了。下面怎么说呢？第三个宋词说，因从见性为易落，生命财物如教修，素身供养出家心，唯令施喜就加持。像前面这个，我是非常简单的，你如果真是了解了以后啊，你才发现啊，原来啊，一切都是靠着善知识，那个时候啊，自然而然你会啊，自诚恭敬，高高兴兴的，满心欢喜的去做，做得非常认真。所以啊，所以因种的尽心，那个意乐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啊，外而一切的财产，内而生命啊，无不照着他去做，一切都是供养。那么这供养当中呢，叫素身供养。这个素身供养特别的说明什么？如法如理的行持啊。这个如法如理的行持不是说啊，我闭上眼睛在那地方叫，不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啊，平常的时候也许你给他伺候啊，跑到家端一个饭或者什么等等，就放那一放，心里面不相应。现在不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个意乐，内心当中啊以发相应的无比的尽心恩感，这样的去做啊。说到这里，我们同样的要提起一些事情来。在这个学六度当中啊，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要记住啊，我们的目的何在。所以做任何事情啊，所以六种素身，他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一定不忘那个菩提心，那个总意了。所以这种情况叫什么？就是素身的，最素身的啊。在这个广论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皈依了以后供养，供养的时候啊，有怎么事行上面怎么供养，意乐怎么供养。这个意乐不是离开那个事情，就是当我们供养的是以什么心情啊，这个心情如果说跟法相应的话，那么这个就比较殊胜。这个法也有高低不同，最彻底圆满的这种心情啊，所以它前面是因种的尽心为意乐。这个不仅仅是因种的尽心，而且要跟彻底圆满的教法相应的这种心情去行持的话，这个就是如理完整的这个供养，就叫素身供养。那么那个时候你去做，这就对了。所以关于这个三个颂词，我在这地方特别解释一下。通常啊，假定我们能够下手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做对的话，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啊。那么这个其次的话呢，我也一般来说的话，把每一个颂词大概说一下啊，大概说一下。关于这个第四个颂词是八难吉利是圆满小大现灭众能修，那个是在道前基础，所以啊，暇满人生。我们这本书有个特别好处，这本书上面呢，它那个旁边呢，它有个小小的标明啊，你看那个小满人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第59页，第59页说抑制了善知识以后呢，怎么修行呢？啊，他在正式修之前呢，又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啊，先劝呐、啊，对我们有下生啊，自己劝自己啊，啊，怎么个劝法呢？这个文字啊，已经详细告诉我们，他把这个文字也总摄成功啊，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修的时候啊，要怎么办的呢？你必定先把这个内涵啊，照着这个广论的次第，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有一个圆满的认识。这个认识啊，经过这样的两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听善知识的讲说啊，闻相应，了解善知识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听懂了以后呢，要经过自己啊思维称量观察啊，有疑问的地方呢，再去啊咨询就诊啊，然后呢没有疑问的地方呢，
一步一步的深入的思维，对内心当中产生不但如理而且如量的这种接受，那个时候你随便一提啊，这种信念就起来了。然后呢，有了这个，再一步一步的深入，它每一个部分都是如此的。那么等到啊，你找到了善知识，又提醒了自己，然后正式进入这个修行次第的时候，所以说啊。对这个有下生劝取信仰以后，然后呢正说拾起信要的时候，这个文呢、我们就不必一步一步的说下去，就是说拾起信要了，那么下面紧跟着这个颂子上面啊，马上就说死丘决定中西道，下面念死。可在广论上面呢，他在这个念死之前呢，不还有一样东西，这个今天也重新再提一下，请翻到广论卷三第66页。66页怎么说呀？说看这个科判，说第二，如何取信要之理分二。第一个，与道总建立法决定解。二，正与被道取信要之理，又分两部分。那么这里呢，先把那个与道总建立法决定解有所初衷分散。一，三十道中总是一切自然之理。二，显示有三十门如此应道之印象。关于这部分以前讲过了，今天这地方特别还要重提一下。我不按照这个文字来说，我们这是根据刚才我们前面印这个花言法华两部经以及广论上面告诉我们的道理，重新再想一想看，那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说他所以走得快以及为什么走得慢的两个真正的原因在什么上面呢？果然善知识是最重要。那么为什么得不到善知呢？因为他不了解善知识的重要。这样，那么善知识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已经不同的角度大概说明了一些。这样，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再从这个角度啊来说一说，来说一说，说假定啊，我们一开头能够对于整个的圆满的次第有一个正确的圆满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那就有千万百当之感。所以我们平常往往是哎碰到了这莽莽撞撞的赶快唱进去啊，往往啊不一定好。就算你做对了，因为你并不了解整个的那个次第这个构架，所以你忙着那一部分。像我们刚才的比喻当中，这个比喻以前一再说过的，说你今天进到一个大公司去做，自然而然的无始以来的习气，就我们正精神来说眼前的习性，谁愿意说跑到那个公司里去啊，做了妈妈刚刚做熟了马上叫你换一个，你重新去换的话又是辛苦的不得了啊，等到你没熟啊又不要的花多少时间，等到你没熟了又换一个，谁愿意？谁也不愿意啊。但是呢，你另外一个角度，你了解了整个的情况，哦，原来啊你不是在这地方做一个户籍，而是要将来接任那个董事长，你必定要这样的话，那时候你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触发我们这个认识，能够启发这个原因在哪里啊？就是一定要先把这个政策的内涵了解，整个的啊，它的目标何在，达到这个目标整个的次第何在。所以说在我现在的了解，这个广论的次第的构架是绝端绝端的重要，绝端的重要啊。同时我刚开始讲的时候也曾经一再的说啊，那个阿底峡真智一生呢啊，有许多了不起的大上师他的善知识啊，这些善知识当中都有最高成就的，但在这个善知识当中，他就把那个荆州大师看为所有善知识当中最重要的
理由何在？这个净智大师给了他两样东西。第一个呢，说把道的总共的那个次第纲要告诉他；第二个呢，把这个总共次第当中这个重心菩提心告诉他。这样他就把那个净智大师看成功啊，所有善知识当中无上无比的原因。我想到这里大家都了解了吧？如果不了解，那个时候啊，你就自己好好的再去回顾着去反复的温习一下，这个是决定我们呢、成就这个快速的，至少说不停止的真正的原因何在，是吧？所以这是我在这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啊。当我们念那个颂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这念过去了啊，而不能把握住这个38个颂字是够成功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构架，这样，所以在这地方呢，把这一点提出来。提出来了以后啊，当我们看到那个38个颂字的时候，也把那个38个颂字的构架看清楚了。反过来说，你从那个圆满的构架上面再看，说够成功这样的一个圆满的真体的需要这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38个颂字一步一步啊，就变成功，它决断重要的。决断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有个房子吧，而说如果说这是一栋完整的大楼，那一定有这个地方啊，那个下面的基础，然后呢下面这么一步一步上来，是这个大厅，这个是会议，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一步一步啊，一步一部分，你能够在这个上面有个认识了以后，它每一部分啊正好凑成功你这样的一个大厦，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不认识的话，那这个东西啊是就有啊支离破碎之感。所以把这个地方啊我也特别重新的提一下啊。那么然后呢，你有了这个认识的话，下面这个就比较好办了啊、是怎么念死。由于念死了以后的话，不是说停在这个念死，觉得哦哟念了死就很害怕哟，那么念死了以后，把这个念死啊作为推动我们修持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使得我们不懈于懈怠堕落这条路上去。然后呢，正规的进去的话，我们就要怎么念死了以后怎么办？是念苦还要加深。由于这样的知道世间的真相以后的，就找到自己可归头之处，于是下面呢就求皈依啊，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上去，所以啊，就从念死而到念苦，念苦而找皈依，由皈而。进入在下面这个业，那么这个业这个是佛法的第一个重心，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啊，我们要停一下，在修学过程当中，所以从第一个颂字到第八个颂字，换句话说，这个所包含的内容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啊，从头至尾把它把握得住，从头至尾把它把握住，这个也是什么呢？说立位。共下士道，从道前基础开始，作为列位共下士道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有一个啊根本建立起来了，或者说这个基础稳固了，由此再深入，绝对不可以停在这里，一停在这里你就走慢路了。那么在基础的深入啊，而我们现在不是教我们真正的修行，就教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在下面的话呢，就开始进入第九个颂词的话，就说哦，虽然呢，我懂得了前面这个道理，不再做坏事，而且努力的忏悔，但是啊，虽然你修了善尽之法呀，你还在善界轮回当中啊，不行啊，所以紧跟着啊，就进入中士，那是下面这五个颂词吧，就是说明这个中士的内涵。重视的内涵，这个下面我就不一步一步解释了，因为这个广论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从重视而进入上师，那么上师呢是菩提心，菩提心这是整个的佛法的纲要，法的纲要，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的马虎，说啊简简单单的随便说啊，在自见上面第一个要弄清楚，弄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呢由愿心而进入行心，积聚资粮，然后积聚资粮了以后啊，这个叫圣意菩提心啊，怎么样
啊，是说菩提心怎么样真正的能够满菩提心的愿心的话，这个要后面呢以空正见相应，那个时候才能够从是说菩提心的提升到所圣意菩提心。这样有了这个基础的认识以后，你如果是真正要走快速的道路的话，那么进入迷尘当中。这个就是啊，他这个三十八个众颂词整个含摄菩提道次第广论，而菩提道次第广论又整个把三藏十二部教典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心要啊究竟圆满的释持在这个地方。从这地方来说的话，我们就想到，哎呀，我们这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庆幸啊！虽然现在末法之时，却能遇见这样究竟圆满的无上大法，这是何等了不起呀！啊，这个是地方啊，这是我们呢、啊、真正应该吃力自己啊，应该感觉自庆自信的啊！你有了这个圆满的认识，然后呢，自信化他。啊，如果说自己的力量够，那么多做一点；力量不够，那么少做一点。至少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不管做的多做的少，我们在因力当中啊，就认识的正正确确、圆圆满满。啊，所以因力当中是一定要说，我一定要究竟圆满，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方，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心理上面不断的有这种想法，如果彻底积蓄下去的话，就算你做不到，等到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心里面的种子策发出来，很快的走上这条正路。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认识的话，前面还没做啊，现在已经打了退堂鼓了，在心理上面已经呢、啊、萎缩的种子不断的种下去，将来很成熟的什么自然而然这个感果。所以、啊、注定我们呢一定不可能走快速的路子，乃至于啊在轮回当中不晓得转到什么地方去。而整个的这个概念，整个的这个关键呢，现在在这个上面呢已经呢指出来了。所以最后再特别的说一下，说我们学这个不是一口气要我们做到，而最重要的我们要什么，要把正知见呢能够建立起来。建立了一个正知见以后，然后呢照着这个尽我们现在有的能力啊，这样的去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走上去啊。那么关于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部分呢，说到这地方告一个暂时的段落。那么然后呢这个地方要重新提一下，关于这个三十八个颂词啊，应该跟那个广论呢、啊、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555页第四行起说道次总义，那个下面的一段呢配合着演习，配合着演习，还有呢各颂的相关部分呢、啊、都要跟它相应的，就是从那个本文的前面呢、啊、每个地方勾选提要的想办法做一个纲要，立在这个每一个颂的颂文之下。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当你念那个颂词的时候啊，那么你就可以体会到本论的全部的纲要，一面念一面思维观察休息啊，以后在正式休息的时候啊，你就会从这个三十八个颂词当中啊把握住整个的这个广论的精要。那么作为我们呢、啊、每天或者是早晨一趟或者是、啊、早晚两趟啊，你念的时候那个概念就很清楚，自己在哪一部分修，那么前面的相关的后面怎么次第的上去啊，整个的这个道的总体啊就把握住这样的一个脉络啊，这样的一个脉络。最后呢有一点呢我要在地方的说明，这次我们讲的时候啊，这个本论的这个字观两个部分呢、啊并没用，前面已经说过了，实际上呢这个却是本论的精华啊，所以没说，是因为这个两部分呢是比较深奥啊，是比较深奥，如果说基础没有建立，那样的话呢听起来不容易懂，听起来不容易懂。这样如果说
事情没有做好，随随便便这样的听一下的话呢，这个反而啊失去它重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呢，先把前面那个修学，然后呢照着这样去次第着啊，一步一步的上去，慢慢的障碍呢，慢慢的渐除啊，清除，质量慢慢的增长，然后到那时再学。我们准备啊，在第三个这个学年的时候，那时候再给大家好好的讲。那么另外呢，这个地方啊，有一点我要特别的说明一下，特别的说明一下。这次啊，我们从头至尾啊，认真的把那个广论的纲要啊，全部啊学了一下，大家都感觉到，都了解这个啊这部书啊整个的内容的精要啊，不但是说说明了这个啊说哪一部哪一系，实际上说这三藏十二部的整个的精要全在里头，全在这里。那么这是呢，因为我自己啊，我自己的条件呢，限于自己的条件，虽然我终算能够找到传承的老师，可是我一开始也给大家介绍过，我自己跟我老师学，只是学一个粗略的纲要，不是细部很认真的去学，所以在这个内容方面呢，有很多精要的部分啊，自己也没有学好。那么在我刚开始讲的不久啊，因为同学的好药之心，我那时候也经常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向他报告，他就来信跟我说，哎，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啊，把这个问题啊写进去，他再详细的给我回答。可是实际上呢，不要说这封信啊，我这个印度一封信的来往啊，经常总是要20多天啊，20多天。就算是你能写信的话，因为这个像这种精要的问题啊，不是当面反复推敲讨论了，不大容易把握得住这个内涵。可这个写信是有它很大的困难啊，很大的困难。那么他还说，如果再不然的话呢，叫我到那边去，他还再画出一部特别的抽出时间来跟我讲。可是这样的话，又要耽搁一下上课，还有其他种种的条件，所以这件事情啊，始终啊没办法做，没办法做。以后呢，我们就想起来了，说这个广论将来啊，还重新把它以白话注解啊，来啊写成个书，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办法，非常好的办法。那么这样一来呢，不但能够把上面我们所感觉到的这个几个缺陷呢，比如说有不够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呢，讲的时候，因为这个讲说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啊，在上课的时候，大家随便说过也就算了，很多细部的地方啊，也许是没交代清楚，乃至于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当中说错了，我自己常常就有感觉，这个年纪大了，往往有很多地方啊，自己要说的这个说错了，中间好几个地方啊，曾经同学指出来，当时他就问我，对呀，我自己回过头来一看，我真正要说的不是那个，结果不晓得怎么会啊，讲出来讲错了。那将来出书的时候啊，这个情况就完全可以避免啊，完全可以避免。那么因此呢，所以上面关于这个两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在后面那个出书的时候啊，把这个问题啊，整个的解决，整个的解决。这个是一个这地方的特别说明一下。那么关于出书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广论的最后的自观两部分一起出呢？这个不啊，因为我自己了解啊，以我学的经验来说，有很多重要的地方啊，从文字上面呢、不大容易啊交代的清楚。那么学的人也是一样，不经过这样的反复的推敲，这个也是有问题。所以我想啊，将来我们还是用这两个方式，已经讲过的部分，那么将来啊
表会啊写数，出成数。第一部分呢，就把它那个整个的大概就把它这个录出来，写出来，写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再经过的修改，修改。那个时候我还请我的老师把那个重要的内涵呢，希望他能够啊跟我们呢校对一下，不一定像我们现在一步一步了，至少我会到那个时候再去请教他那个重要的原则怎么样啊。那么这是一部分关于那个这个直观那一部分的话呢，刚才说的原则上面我还是啊先这样的这个讲完了以后呢，然后看那个时候的情形再进一步说出书啊与否啊，这个大概的情况呢在这一次啊就到此为止。因为将来还要出书啊，所以我原始啊开始的时候啊曾经说所以这个整个的内涵呢应该有一个圆满的一个这个纲要，比如说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悬疑啦什么这个内容啦。那么因为上面是说的理由，既然我们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圆满的补充，所以这一部分呢到现在呢通通都省略掉了，省略掉了就是摆着等到那个时候啊一起去做啊。不像我们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这个广论的部分呢就到这地方为止。那么下面嘛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就是已经跟这个本论没有什么应该这么说了，就是关于跟那个文字方面啊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修习上面呢却是很重要的。是前两堂曾经呢特别的运用啊花言发花这个两部分来介绍正成本论的特征。这个因为在座的大部分的这个同学们呢对这个两部经呢都不一定很熟悉啊，那么发花呢还比较容易一点，一共只有七卷啊，而花言有这么多，所以啊没办法很详细的交代说明。我倒是希望啊诸位啊有机会的时候啊把这个发花尤其是发花呀好好的把它念诵几遍啊，念诵几遍。那么念诵几遍了以后呢，以后我在这个出书的时候啊，我会就把这个问题啊在那个书上面呢写出来。那么到那个时候的你们一对比的话就有很深刻的一个影响哦，了解说这个发花的基本精神跟花言的基本精神为什么透过这个本论的介绍以后啊才能够啊充分的显发出来啊，充分的显发出来。而像我们平常这样的话但那个经文上面平铺这般念，尽管听起来说哦这个最上乘这个最了不起，对我们就好像是什么是人造卫星，哎呀觉得好啊羡慕的不得了，可是你只有看它，它在天上你在这个地方。那么而本论是什么呢，就是你透过这样的介绍的话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啊造这个人造卫星的这个工厂，而你却是这个里边的工程人员啊。一方面你固然可以欣赏啊他这个人造卫星啊这么样的啊有使命啊一种仰望啊，换句话说他有什么精彩的特征，而你也晓得怎么照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去啊。这个时候我在最后啊顺便呢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一起啊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广论160。